啊，快装，好好装。这家伙每次就会要这个要那，给了就到手丢，丢了到手都撒。今天必须都给我装起来啊！快装，好好装。装。今天在物产店订了点东西。啊，那个物产店大哥今天过来送，我们现在去接货。哎呀，生活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买东西都是不方便。人家大城市，就是随处都有那种中华物产店什么的，我们这里没有，得过一段时间，人家物产店的大哥往这边送货的时候，我们预定，不是说经常来，一个月能来个一次，或者能或者是两个月能来一次就不错了。打电话，我立马就走哈，我拍一下，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没有小米现在哈，我看了看，小米断货了，然后啊，断货了，断货了，断货了，下周吧，好，等下次有小米的话，你告诉我，你下次来的时候你想着点，反正我再买点东西哈，好，这多少钱？这个是5980，东西拿回来了，这家伙在回来在车上就硬哭硬哭，我买了个哎呀，你都挺认识的哈，猪蹄子，本来买两包猪蹄子，没有了，就剩一包了。哎呦，你吃不吃？啊，吃不吃？吃啊，好，来，妈妈给拿哈，过来。哎呀，认识猪蹄子啊，从小就吃过猪蹄子，呵呵，坐着吧，眼泪还没擦干呢，在车里哭的。坐着等着哈，妈给你去拿个小碗哈，好，坐好等着。啊，坐着，就搁这坐着就行，就在这坐着就行。啊，好，你坐，坐哪儿你得。好久没吃猪蹄子了哈。还会做，吃猪蹄子吧，坐个小凳子吃吧。好吃啊。哎呦，摇下来了。买了一包粽子叶，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包出来。买了螺蛳粉，买了一包螺蛳粉啊，螺蛳粉。买了这个玉米面，还买了一瓶臭豆腐，买了好几袋这个玉米面，我闺女爱喝的玉米面稀饭，还买个烧烤料，买了绿豆，想多买几袋绿豆了，结果没有了，就买了一袋，就有一袋了。玉米面，买了几袋这个面酱，还买了两包汤圆儿，那这些花了5000多日元，300多吧。干杯，我们在啃猪蹄子。你有，这是妈妈的。来，你在这儿来。
能咬动吗？咬点。咬下来了，你有你，你咬你的，你咬你的。哎呀，咬大了。你这哪成？你手里边的猪蹄子，你有猪蹄子，这是你的，你有。猪蹄子，你的猪蹄子呢？你手里边。哎呀，我闺女要睡着了，我开始干活了吧？那个什么，刚刚我老公给我视频了，休息嘛，大清早的又跑去地里边去干活去了。他这个人吧，有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哈。他这个他干活，他肯干，老老实实的干，真的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干活。就是有时候他这个脑子，感觉像是不转弯一样，一天到晚你看他在地里边忙活吧，有时候他不出活。像今天吧，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在地里边干什么呀？又得弄那个野猪那个电线，昨天就在地里边弄野猪的电线，薅草啊干什么东西的。我说啊，不是我们就是他爸爸的那个老房子嘛，我们把它拆了，然后用挖掘机挖了一挖，那个地方我们能种西瓜嘛，每年在那个地方种种西瓜什么的，就是别的地方尽量不种西瓜，因为你种上西瓜之后野猪就给你拱了，就哪怕是我们弄上电线去，野猪也能拱进去。我就说你今天呢，明天你就要上班了，你今天再去地里边去那个地里边用那个挖那个机器把那个地给耕一耕的哈，我们好种西瓜了，再不种的话没时间种了哈。哎呀，他又哎就是他有时候他不想到，你说吧他还不马上接受。哎，回去我说哎行啊，你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有时候我不是逼他干什么东西，就是说他没想到了，我想提醒他一下哈。啊，刚刚给我发视频了，那个什么已经拿着机器带着机器去他爸爸那个地里边去了，说去看了看，前段时间打了点除草剂，你说草都枯萎了，但是那个芋头吧，去年种的芋头今年都没刨嘛，也是没有时间去。他就是有时候吧，他也就是不是说他什么都干，就是他想干的事情他就特别乐意去干，不想干的话你就说我也不怎么乐意去干。今天必须去看看，说那个芋头都已经发芽了，有好几颗芋头都没刨，就那么直接都发芽了，因为长了好多的苗出来嘛，想把那个苗都移开它哈。那段时间我就说让他去地里边去刨点芋头，我们好吃嘛，慢慢的吃一部分留一部分种嘛。哎呀，一点儿没什么东西，我自己忙，你说哎呀，我也不愿意带着我闺女大老远开车跑那个地方去，我拿着锄头带着我闺女去刨芋头吧，宁愿我不吃我也不去了。他也没刨，你看就这么耽误下，芋头苗又长出芋头苗来了，想把那个地给他都弄成分开吧，本来就好像就种了就有一行芋头，可能这个苗劈开能种个三四行吧，告诉这下芋头可能长不少吧。又说哎呀，我说好啊，我主要是想种西瓜，因为我也愿意吃西瓜嘛，每年自己种点，再不用去买那么多。好像去年就是说也是因为我闺女嘛哈小，我也不能去地里边，她有时间两头忙不过来，我们这边地和那边地，我们两块地方种西瓜的地方和我们经常去那个地不是一起的，还得开车往那边走个十来分钟哈，也不方便，车也开不进去，把车得停在外边，然后得走路进去，就是老房子那个老日本这边老房子没考虑到停车场什么东西，所以有哪个地区吧他就车开不进去，光有房子没有停车位。去年也种了不少的西瓜，但是因为没有时间去薅草，西瓜都被草糊死了，就长了没几个西瓜，而且有几个西瓜我老公也不知道熟还是不熟，不熟了也摘回来，反正就那么就服吃个吧。